林志玲短裙出席活动，坐下露出这东西，网友好挺，言承旭后悔了。林志玲这位被誉为台湾第一美女的女星，每次的出场都会受到不少人的关注。林志玲出生于1974年，到现在已经有44岁了，可是我们却丝毫看不出她有44岁的样子。在和同年龄段的女星合影的时候，她的身高和脸蛋在人群中完全就是鹤立鸡群。也正是因为此，每次不少女星都不愿意和林志玲一起合影，因为身高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近日，林志玲在出席活动时，一袭红色的礼服长裙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身红色的长裙在林志玲身上显得格外亮眼，完全看不出有40多岁的年龄。不得不说，这些年来林志玲保养的真的还不错，比起娱乐圈中其他同龄女星，她不光皮肤雪白光滑，而且身线还极其完美。据了解，她每天都会主从百度找到的一人苏只试了3礼拜，小蛮腰马甲线通通都有了，原来女神就是这样来的啊。不过就在林志玲就坐坐下的时候，眼尖的网友发现了林志玲这身红色的礼服的开叉居然到了她的大腿根，林志玲那双傲人的长腿真的是展露无遗，看起来显得十分的性感，难怪不少网友叹气道，言承旭当时为什么要和林志玲分手呢？实在是太可惜了。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参考来源，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分享到脸书，分享到 Google， 分享到 Line， 分享到微信。娱乐新闻的其他文章，齐柏林留下巨债给年迈父母，郭台铭一听3分钟就决定捐出5000万，还祈祷父母泪崩。小 S 生日对大 S 说，希望你和汪小菲撑到最后，张兰敢离就暴揍，夫家没人到场。王石贤当年娶酒店小姐和母断绝，妈妈还诅咒怀孕媳妇母女死在手术台上，结婚13年，如今台湾 LINE 社群疯传手绘网路笑话，幕后的作者居然是他。哈林离婚6年首度回应婚变真相，原来伊能静婚前竟然，所有人傻眼到无言了。